先说我们的天天乐才是哇，今天我们真的是高手啊，光这个团体都不得了，来欢迎他们。哎，马上介绍跟我一样是小鲜肉的谢奕宏，嗨大家好，我是谢奕宏，卢尚恩，Hello大家好，我是卢尚恩，郭伯杰，大家好，我是郭伯杰，钮世成，大家好，小 Coco 小明啊，他就暗恋一个女同学，就那个女同学就跟小明说：“小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家里晚上没有人哦。”啊！然后小明就心想说：“冒西啊，我晚上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下。”然后他们就晚上到了，他就去那个女同学家，一直按门铃，叮咚叮咚叮咚，都没有人来耶，他们家真的没有人，真的没有人。要么真的没有，讲完了。没有人呢，女孩来。现在这个时代哦，话不能乱说。好了，我们先来看这几个小鲜肉啊，出的这个新书，哎呀，叫什么？不要迟到喽，不会玩才喽。哇，来介绍一下，谁来帮我们介绍一下？对对对对，在这本书里面呢，我负责写冲浪的部分，就是教大家一些基本的冲浪知识，基本动作，还有哪边台湾适合冲浪。他冲浪也那么白的不多哎，这个是今天这个粉比较厚啊，粉比较厚一点。所以你在这书里面就教大家怎么玩桌游，所以我在里面就是推荐大家比较好入门的桌游。你看他也讲说哦，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年轻人最会玩的，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对，这一本来像像你来哦，像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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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跟他可以交流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想两个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，就是不需要花钱，你也可以做到运动的。因为我本身就是睡觉。干嘛？对，存钱省钱，存钱活着就是为了看到存折簿。哇，那个数字越多，你越开心。越开心，对，自己打。自己打几个上去就好了。不要打那个，我是喜欢官方的文书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不要只打喽啊！不会玩就玩彩喽。好啦，谢谢四位，欢迎大家。谢谢。来，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单元。1, 2, 3, 4。来，进行单元幸运777。好，今天人多啊。这个阳盛阴衰，哎，我们就这一排都小鲜肉，小鲜肉先看一下，好了，好吧，两个，快两个，好吧，哥哥前面两位，先上，前面两位，好，玉红跟夏，好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然后呢，好，小雷你做第一个，第一个应该比较幸运，第一个比较好，第一个比较好，帮你，真的看你比较嫩，对，好了，后面我还帮你安排。好吧，易红的，易红，来，好，小哥，你最后，我最后，姐姐这个位置好，超级高，哎，什么姐姐？有什么不好？不好，那你们五个了啊，哇，来了，准备了啊，要讲脾气大啊，好，幸运777，相信我，Let's go， 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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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好，run住了啊！哎，刚刚是你们在赖皮哦，好不好？赖皮啊！好，丑一丑一，好，这次你不准走远，就在这里哦。你走远不用玩啊，你不用玩就站在这里啊。可以，可不可以啊？再过来一点，这样好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能动哦。好，来，就你们四位了哈。好，我是等你们了。来，幸运七七七 ，Let's go。疯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耳鸣哎，哭了啦！我都没有。哎，你过来，不是我弄哭的。你要哭的，没事。不同的大陆，不是我弄哭的。过了，已经没了。感觉小亮，我没有弄你哦，我就看你玩。我不能说我。不能出去说玩弄哭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，好不好？是他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好意思哈，那没办法，这一段了哈，小雷淘汰。为什么他这么容易哭呢？对不起。那现在剩下就剩下小鲜肉组合了，还有我们景轩呐，哦，我们还活着，来来，没事，看谁打，好，一二三，哎呦，小鲜肉赢，哇，厉害哦，每一次都是我才对，今天虽然是个小鲜肉，我觉得第一次来都会奇怪了，新手，先叫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起啦，进行我们的下单员。进行单元，怕死不怕死。好啦，你们四个就找饭吃了啊。好，好不好？第一 round 谁煮完？哦，我。你煮完。对。啊，旁边的人不能告诉他哦。不会。其实我们都想要害对方，都希望他被打。对。就说对方跟对方不熟。这就对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你们一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景轩六。好。好，今天就拜托你打了哈。我会尽量温柔一点，好，没有小鲜肉在，好，加倍就好。一二三，二，哟，小雷，小雷，庄家，别哭了，待会你先叫啊，你先叫吧，好，可以放上来了。三个人再插都插不好。可能大家都比较，他们比较没有经验。对，小鲜肉啊。好，那我来看大家的牌。是。那我们先看景轩的牌。小抠。小群。小奶。小雷。
易宏。小雷。二三四。不是，你看你叫那么大，你想要害谁啊？往哪边？往哪边？你要害谁？海哥在看我。那往这边喊。往这边是？往这边是？可以。再讲一遍，多少？算警觉性蛮高的，二三四，二三四，不要想，我想这么快，真的这么快，哇！我们刚研究过，擦牛仔对比较不痛。哎，你要瞄准一点，放心放心，你要敲导演，让我瞄准。放心，他很准，他很准。但我觉得他这个是很，那没办法啊。今天过了一切会更好。好，我给你深呼吸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！打你哦，美哥，我待会要碰我打你哦。好可怕！要碰我？放过我！美哥，你什么时候？你也知道，美哥最近事情很多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哦，玩痛了。你今天有啊？我的这金牌打手要拿掉了。我的目标是他。他以后禁止穿牛仔裤啊！不然我还是我们这个我们这是萨姆飞弹哦，可以穿透哦。我今天没有牛仔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跟你讲，刚刚那单元你没有付出什么代价，这个单元已经只要付出代价了，没问题的吧？皮肉，没什么啦，这 OK， 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宁可被打，也不要被炸。对，好，好，好。宁愿被打，也不要被炸。但是我都经历过嘞。他刚才也被炸到了。每个人都会，每个人都会。好，还是你说，好，来哦，来。今天怎么了？你俩没有擦东西吗？好，来看大家的牌。好的，先看景轩的牌。小抠，小凉凉，好喜感。小奶奶，小奶奶，小红红哦。好，你庄家知道了吧？知道。啊。看一看大家。哎嘿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设定一个目标。二。快叫！往哪边？你要往哪？哇，好为难哦。往哪边呢？左右都不是人，都蛮是人的哈。这边。往这边啊。一样。三四。三四。五六七。八九十。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你是二哦，不是，哦，吓到你是三，我是三，哎呀，他救了你，他选一个，他就在选，刚选好你，真的，他真的是思考好久，好来喽，哇，他都来了，真的，哎，我跟你讲哦，难怪他刚才我叫奇怪，从三为什么不敢会叫往这边，对呀，他左看右看，左看右，我左看右看上看下，你那么开心干嘛？啊，跟我玩。一红，我要跟你说，如果我打不好，我的金牌打手会被拆掉。对，所以牺牲一下你的脚底板。没关系，年纪轻，对，不打不成才。你放平，你放平。我放平就好。我有在做脚底板。好专业，真的哈。对，好。实至名归。不是你们重点，我们是玩真的。OK， 玩真的。没有，你打轻的，我可以演一下。小王是真的，他是玩真的。对，谢谢谢谢。不会不会，是舒服的啦，是舒服。算再来一下，打因为他打得很准嘛。对对啊，正中红心那个力道。你六级还会再中。我要加油，我师兄弟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你继续来这游戏，换谁换谁换谁。这一 round 换谁？好，四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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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代表弄三张的，来抽三张，把总和加起来。自己看，不要给我们看到。
来，要去给我们四号机看一下。总和价哦，放着。三开始。三四五。往哪里？往这边。你应该会想要帮你的同队报仇吧。是报仇没有错。你不是感情不好吗？六。七。哦，大家都好小心哦。八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刚刚算盘算的蛮快。对，我也觉得，因为牌。你小的样，九十十一。你干嘛？你叫什么？这个你确定要翻开吗？我怕被封锁。我觉得我们不要透露太多。你要不要再上这个节目？你自己。我先欠着，待会再一起。好，欠着。庄家给你。该我庄家了哈，来来来。你怎么了？来。小小小小小，每个人的表情看不出太白差了，我的演技太对，看不出啊。放过你们哈，你被打过了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就这边，三四五六七八，怎么叫一个五？我叫三四五，因为你三四，我就你为什么叫五呢？应该叫五六七啊，对不对？代表还很久了吗？这么小，哇，好小，还要殴打对方，殴打对方，互相。哇，你穿牛仔裤哎，对，而且它是牛仔裤加牛仔裙哎，真的吗？它里面还有一层呢。那个破天刀，你叫我怎么看呢？哎，我们这样蹲下来好吗？还有两层哎，这有扣子，有两层的，你没有安全裤啊？你怎么心机好重这样啊你？哇，那我这样，哇哇，我听那些啵啵啵啵啵，对啊，耐跳了，两层啊，哇哇，咱要打布袋的，你怕爆袋的，哎哎哎，卖眼。会痛，我脱下来给你看有没有红。美哥，我待会要痛我打你哦。要碰我？你放过我！美哥，你什么时候？你也知道。美哥最近事情很多。我不习惯吗？美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很开心的。你就让他过了这一关好吗？可以吗？我们让大家知道美哥是可以玩游戏的。美哥，来吧。我塞，我赔了几万万。奶哥，然后我打你哦，好可怕。哇！啊，我吃两万。好，换我了。来，奶奶。啊！哇！奶奶。好像打得超痛。哇！他在转那个棍子来了。可以打奶哥的屁股，对不对？不会瞄准。奶哥，对不起。你不要翘高一点。对对对对对。要磨一下，啊！这够吗？这个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对不起，我打坏，那我们换脚。那我们不要打脚了。谁会怕？我刚刚看你打那个谁，易宏。那个易宏，哇！第一次打奶哥的脚哎，奶哥，奶哥，你以后会请我上节目吗？你已经来八次。你有一点说，对，人家先说了，我还没打。要怎么说？对啊，我觉得其实可以。打到脚趾头，对。所以干嘛打呢？一点啊。说。这边哦。啊！又打到上面。你是要怕我？你怕把狼咬？你贴纸还我，贴纸还我。贴纸。让他过去，我袜子穿不上，你们帮我。
奶哥，所以衣服太紧了，衣服太紧。不吃你啊！好不习惯看奶哥这样。你装，你装家。好，随便啦。为什么我的手在发抖啊？小扣，把那个。被打。好了，三张哦。手、屁股、脚、地板。小扣没被打。对对对。对，小扣没被打。从这边过去好。奇怪，宿舍都这么小，我们平常都二十几的。哎，是我数学好、哦，算得快。算得快。三开始。三四。五六七。还早还早，因为他要翻呢。不可能每一次都十一下吧？八。我就不相信九十十一。你怕死了吗？那我喊。啊。这我觉得有种。十二，十二过了，十三、十四，十五、十六，数字这么大，跟你说我心算好，你都不相信我。跟你讲，二十几是很平常、正常的。十六，十六，小扣，十七，就好吗？好，对。过，回转，那就换。小扣，你是看他干嘛？因为我在看他的眼神。看可不看出数字？你不知道我是八点档年纪最好的吗？对呀。十七，我不相信，十八。耶！会痛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那个很薄，这个很薄啊，会痛。很薄吗？有点，有点比较贴了啊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好紧张。还有招的哦，你有不紧张的吗？气球你也紧张，打这个你也紧张，啊？因为你们打得很用力，好，我来了。抓，抓，抓错了。干嘛？你要抓我就帮你翻，你不抓你就出牌，选一个豪爽抓，好。会讲这种话，就是。好，我来了。哎，都很。我把鞋子脱掉。为什么？紧张啊！想说一起打，你紧张就会脱东西是吧？对对对，脱个衣服。好，叫！不要了，奶哥，你赶快打我！在临时最可怕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！还好吧？还行还行。还行吧？对。你立快啊！立马上上吗？枪到那个一兵或二兵，我跟你讲，你会做得很好。我是专业的，好不好？专业的，专业的，专业的。盖得好快哦，对，直接推出去。因为家属都看完啦。就啊！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也不行，不行，太高了。你想，谁这样长那么高的？好笑死！不行。奶哥低也可以很痛，你不能收，收万一歪了会更痛。我看绝对不会痛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能动哦，不能动。等一下，哦，你要生小孩哦？你在哪里学这些坏东西啊？我好热哦，快啊！你好热，他脚都快开了，奶哥快点讲。开启，他小孩都快生出来了。我不是不快，是你一说等一下，等一下的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没有啊！痛期有麻？有麻啊！麻麻麻！麻麻麻！不要讲脏话，不要讲脏话，真的现在不要讲脏话。麻麻麻！谢谢奶哥。好紧张哦！这个这个，哎，没办法套的，没办法套的。对，这个东西怎么来的？没办法。啊！你谁没打过？小梁哥。好，我没打，我还没，就他被打而已，就他被打，被打而已。哎呀，好了，那就下次来，好不好？找我现在哦，找我现在哦，直接上柜。是不是很想要被
下。真的啊、哦，都是想打的，没有打的很好奇啊。对呀、啊，来，我们进行下个单元。好，进行我们的单元，谁是吹牛王？这单元很重要哈。四位小朋友啊，年轻人，赢了待会就可以抽奖金奖品了。听说有钱拿，对对对，一定要赢，真的有钱，有，那我们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。啊，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你。是是，你哥教导的是对，非常有说服力。有时候要开直播嘛，发牌，六张，一张六张，啊，六张啊。六张啊，谁先脱手谁就赢了。好的，来给我们摄影师看啊，下。小扣的牌，景轩的牌，小雷，小雷的牌。OK， 来啦，向你们叫。我们先。对。一张九。一张九。对。一张九。哎呦，老鸟！啊，哇塞！在想什么呢？他在想要不要抓、啊？对，抓到的话，他的发球权就在他手上。嗯，他聪明啊！等下管你，等下管你，帮我管你啊！好，我总不想放他过哎。嗯，那看你咯。但他如果就这么刚好运一张九，他就会出九。他也出一张九，对，小雷，我也要一张九。哦，怎么可能？大家都有，发的这么平均，一人一张，都是老江湖，人人有九，你不抓？再一张九。哦，现在诈骗集团都是年轻人，我很诚实，老江很诚实的。我抓，你要抓他啊？真的吗？对，我抓。真的？真的？你确定？一定抓错了。我们很肯给机会，不一定，对，真的，你可以后悔的。哇！这个骗子通常都真的。对呀。我很诚实的，我很诚实的。有没有四张？来，你们叫。好，一张十。一张十。一张十。有。一张十。加一张。两张十。抓，抓错了，要吗？你看，你要抓我就帮你搬，你不抓你就出牌，选一个，豪爽抓，好，会讲这种话哦，就是。你好厉害，是人吗？我也好想抓他，我也想抓他，我们只能抓上一家，对不对？小雷，你叫牌。一张 Q 哦，加一张，两张，不行，我现在牌太多了，一张 Q， 你好，哎哥，再加一张，哎呦，哇塞，现在各位看好，一二三四五六张了，有这么多 Q， 下。再加一张，七张，你可以 pass， 我 pass， 再加一张，对，就不相信我这么多张，哇塞，二四六七，第八张，第八张，这应该要抓了吧？要抓，确定 ？pass 好，pass 是吧？他怕你，你要不要加？你可以抓他，或是加。我可以抓他或加。对，那我抓他。你抓他。对。我就抓。你这张讲真的，这个以老鸟啊，不是不会骗，已经八张了还要出。太贪心了，我连一张 Q 都没有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一定可以抽出
四张。所以，哎，来，赶紧叫，我就剩一张牌是。那你剩一张了，一张了。那他就赢了，赢了，我赢了吗？对，我赢了吗？对，默默大哥有钱了。恭喜啦，四大金刚啊！谢谢谢谢，来谢谢我们的财神上帝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恭喜啦！来，今天我们出书，你看看啊，夏夏一红啊，伯杰啊，还有四成，第一次来就可以站在这边，哇，真的太幸运了，真的太幸运了，这个金牌老鸟太差了，真的。其实我是故意的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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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留电话的吗？留电话的吗？待会留。待会留。我们待会要吃宵夜了。对，今天三十万快要吃宵夜了。对。赢掉这一关再说。这真的是压力大了。一到二十号呢，有三十万，有二十万，有十万，另外有四个奖。来。四个奖，有我们的超神水洗碗机，价值25000元；抗氧化水摄影机，价值30000元；质感升温酒柜，价值30000元；移动冷冷空调，价值32000元。你哥有酒柜。酒柜。哎呀，有点客气好不好？30万，我请大家去吃。其实30万会买十台。对啊，也是哦。有点志气。好，好吗？好。我很难选哎。好，那我猜一个，我用一个最冷门的数字，好吗？一个直数，这样17号。17最不讨喜，对，所以没有人会选。他算是懂我。行啊，来，对对对对，17会被忽略，除不尽的数字。OK。来。我们节目惯例会问你要不要换，哪个刚刚看完都没有表情哎，我要不要换？我不换。哦，啊，不换。在第二次请教你要不要换？要换吗？我的同伴们，我觉得不是，相信自己。好好，不换，不换。17号确定不换。所以我紧张，他应该就是赶快就讲一点点让我换掉这样。所以我应该就是你要不要换？你觉得？年轻人。跟你们报告一下，我们节目时间够长。再转圈圈的，不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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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换吗？我的同伴们，我觉得不是，相信自己。好好，不换不换。17号确定不换，我现在用10000块给你买这个奖品。我想说好哦。好容易哦。很容易满足，很容易满足，10000块我就很满足了。不行，你要四个人分啊。我们跟你讲过7个大奖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三个现金的，另外4个大奖嘛。嗯。我跟你讲的小奖，有什么阿妈购物袋、爱的小手，啊，现金20块，防晒乳、马桶疏通器、蓝白拖，现金10块，滑鼠垫、耳机、红白塑胶袋，好，扑克牌，现金30块，环保餐具。好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奶哥他说了这么多，他一定是希望我赶快换。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奖是大奖的可能很高。没有，可是可能是心理战。可是如果是心理战，他应该就是赶快就讲一点点让我换掉这样。所以我应该就是你要不要换？你觉得？年轻人，跟你们报告一下，我们节目时间够长。再转圈圈的，不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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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加10000，20000，不换。相信17号，大家不知道，哎，小开啊，哇，真的，富二代，这我是负债的富了，3万 ，OK， 3万，3万，那边一直摇头，你知道？你们这样很难分呢，对啊，你们有四个人，好了，不换，你们3万怎么？哪个如果抽到4万，我们就再考虑。哎呦，那不换，刚好就1人1万，对，哇，这样讲我就不能到4万了，我怎么能够如你们的愿？对呀，对不对？对，来。等一下，要收了，要收了。3万换不换？哇塞！哥，我相信你，出这一招，我相信你。好，你们都听我哦。嗯，应该的，不换。好，年轻人有骨气，好，我们看他们骨气能够撑到什么时候。来，继续我们的，再加1万。哇塞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怎么办？不得了，是大奖。我也觉得是大奖，不得了！我也觉得是大奖，不得了！可是我妈跟我从小跟我说一句话：见好就要收。是吗？主持人不是说赢要冲？所以不要，一人1万。我觉得我们今天蛮旺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冲一下，不要换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就坚持你的。OK。还是朋友，讲不出口，还是朋友。快快快快，不换。
觉得压力好大哦。奶哥干嘛？奶哥不要再叫了。奶哥冷静。五万块吗？我们是不是要点头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还没放，他还没放，他想用钱收买我们的礼物。好，四万块钱不换，确定是换不换？再问再问。不换好不好？好了，啊，等一下我先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不要有遗憾。好，就不换，不换，冲到底。嗯。哇，节目时间够长了啊！四万块钱坚持不换。来，继续我们的天下无双。天下无双，来，惊奇四超人，真的很惊奇，对对对，惊奇，对对对，我在这边真的是一个运气，今天会给你们很多的惊奇，好不好？七战四胜，来。哪个都这样说了，这是逻辑嘛？对。斜屏眼睛，等一下，太准了吧？而且鸡皮疙瘩。等下我这样是不是怎么样？比较，你想是四位特别来宾，今天多了三个，七个人，14只眼睛看着我，嗯，太厉害了。那大家一起再来一瓶。哎，平时我比较吃亏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比较想回到上个单元。你的心里面想，你们省30万、20万、10万喽。我现在只想要赢下一局了。我看，你想想吧。好，我要出这个。它不是十就是十二。来，看。好厉害！一步步的掉进陷阱，我们都被猜到了。所以我们要出其不意，乱出吧。1-0，好。不可能。你想出哪一张？不可能。你想出哪一张？不可能。摇手，等一下，还没离手，还没离手哦。每个人都有一个意见。哦，好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相信，我们会出奇招。好，奇招，出奇制胜，讲出关键字喽。哇，对，想不到他还有奇招。对啊，就这几张牌能有什么奇招？我跟你说，就这张可以不？哦，就是自己都不看。对，好。他们其实不缺这四万五万，真是。俗话说得好呀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面对团结一致的四位年轻人，乃哥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战术来应战嘞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告诉你哟。哦，就是自己都不看。对，好。他们其实不缺这四万，我问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牌是什么，奶哥也不会知道。对，这样就猜不到。现在是2-0嘛，1-0，一岁。对，来让你一局。可是我们这张牌，我到底是什么牌？鬼。哇，天哪！怎么可能？这样还输了？哇哇哇！怎么可能？我们是上灵异节目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你们太笨了，因为我八我本来让你的，我当然想赢你，我当然讲鬼啊。好吗？我觉得啊，天哪，这怎么办？要认真玩啦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赢三把才会赢。2-1。好了，我出。好，我也是。他这个已经出掉了。对，出这个，出这个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，没有，他这个出掉了，他这个出掉。再输一把就没机会了。对，你先出。对，这个我觉得现在已经，因为我们再输一把就没机会，所以我们就会好。
我觉得要出这个，我觉得要出这个，好，我觉得要出这个，相信我。好，请开牌。Yes。玩这个有时候要放的， okay。 不是每把都想，不可能啊。对啊，因为大牌赢过人家小牌的时候，你的小牌一定会被人家大牌反过来吃过来。对，懂吗？对。奶哥现在在放他的小牌的意思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刚算了一下，我的牌是不是已经输了？没有，还没有，没有。你还有还有大牌。基本上是啊，你还有八可以赢鬼啊！我们现在就一翻两倍。好，那一张。啊？请开牌。出 K 啊！我出 K。我猜的奖金是大奖，那奶哥不会这么的。至少让我好好奇，至少让你们吓死你们。奶哥，你开十块让我，要不然我干嘛这么认真？到底有多大？该不会三十万吧？各位观众，到底是什么？哇！千台币。啊！换得高额奖金，高额奖金30万。高级。二级。来这个节目心脏要很好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年轻要他们常常学点经验，真的是，好不好？30万，30万，来，哎，我们的10号、14号、3号，10号、14号，我刚刚有想10号，就是啊，这个越多人站在这里啊，对，越容易被我看透，对，到底是我们大家全部背对哦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，就是来看看我们的10号，这个是10号，10万块钱。这个是14号，24号，3号，新台币30万，可惜哦，不可惜，再来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铁粉们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到礼拜晚上8点整准时收看我们的《天天乐财